亲爱的观众同志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对，非常的荣幸参加这次相声大会。可不是吗？而且最高兴的您这是什么啊？什么呀？今天能跟您合作，嗯，感到非常的荣幸。嗨，跟我合作有什么呀？大家鼓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北京的观众对您最熟悉。哎，我倒是经常老在北京待着。热烈鼓掌，喜欢您呢、哦、是不是各位啊？你看看，为您鼓掌。各位、嗯、赵世忠老师啊，可以说是我们相声界的老前辈。哎，那可不敢当。嗯，老演员了、啊、哪里哪里，老经验。您客气。老油条了。哎，老油条像话？不是，老没瞧见您了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老没瞧见。哎，对对对、哦、说清楚了。今天跟您合作非常荣幸。是吗？相声大家非常爱听啊，通俗易懂。对，喜闻乐见。那、啊、是啊。而且题材来源于生活。哎，绝大部分相声演员啊，嗯，说的都是普通话啊，也就是北京话呀。啊，不不不，北京话是北京话，普通话是普通话，这个还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了。嗯，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。哦，北京话包括很多地方的土话。哦，土语。哎、嗯、外省市的人不一定听得懂。是啊，随便举个例子吧。好啊，比如说、嗯、哎，嗯，就拿您这个玩意儿来说吧。哎哎，我这是玩意儿啊。啊，不是啊，用词不当。嘿，不是，就您这个圆了、啊、我这圆了估计的。不是，就您这堆、啊、我这堆这块。不是，我怎么说呢？你瞧这个词儿，行了行了，甭想了。怎么？你那意思是不是要问我这个叫什么呀？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告诉你 啊， 啊，这个呀叫脑袋。叫什么？脑袋。脑袋啊？您这脑袋让逮？哎，不让，一逮就漏了。那什么叫脑袋呀？嗨，就是脑袋瓜儿啊。脑袋瓜啊，脑袋上边还出了一瓜。出啊，您这都不对。不对。哎，一般的说，嗯，这叫脑袋。脑袋，脑，头脑的脑、嗯、知道吧、嗯、袋，口袋的袋。脑袋、哦、但是咱北京人说起来呢比较顺口。嗯嗯，把这袋子呢就一划而过。哦，脑袋。哦，脑袋。 对， 对不 对， 对， 对，普通话正字应该念头。哦，头是正字。说头大家都听得懂。是吗？比如说您到理发馆了，师傅有时间吗？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啊。哎，推推头。推推头是这么说。理发员说，哟呵，您推头啊，那您请坐。您是留个背头啊，您是留个分头啊，还是来个小平头呢？哎，必须要说头。嗨啊，那其实要说脑袋瓜不也一样吗？说脑袋瓜啊，那太难听了。难听吗？到理发馆了，杨哥，师傅有时间吗？有时间给我推推脑袋瓜。嗯，理发员说，杨哥啊，您推脑袋瓜，那您请坐。您是来个背脑袋瓜啊，您是来个分脑袋瓜啊，您还是来个小平脑袋瓜呢？呵，好，多贫呢。必须要缩头。哦，咱们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、嗯、各地有各地的方言。哎，您看过没有？嗯，我对咱们各地的方言就有所研究。哦，那这么一说，全国各地的话你都会说呀？基本上能说上几句。哎啊，那像咱们河北省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你会说吗？哦，您问河北省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啊，这也能说上几句。哦，也会。会。那我问你，您问吧。到了深武姚安那边，嗯，管这个走怎么说呢？走啊，不叫走，那叫什么呀？那叫有的桌。悠的桌。哎，这个有讲啊。这怎么讲呢？悠的桌。您看一般走道胳膊都得啊，对，都悠的。哎，悠的砖，不悠的那是棒水。这就是这意思。哎哎，那要是快走呢？悠的欢溜。哦，悠的欢。哎，一欢了不就走得快吗？哦，哎，对对对。哎，那这个站着那叫立桌。立着站立。哎，这有道理。
那要是坐着呢？稳着。哦，坐着叫稳着。对，要是躺着，倒着。是啊，不倒着怎么躺啊？哎，哎，嗯，那要是蹲着呢？那是骨墩墩。这我实在不明白这个。哎，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什么叫骨墩？你看骨墩，这怎么会蹲着？这还不好解释啊？你比如说吧，啊、这有一口大锅，嗯，里头灌上水了，啊，烧得开开的，嗯，这人往这一咕嘟，嗯，这整个煮死了。这个就是，不，就这差点，这我不知怎么理解，你也不理解，人家就叫骨墩。哦，哎。这个深五幺安的方言呢 啊我也会说几句。哦，您也会说。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他们那儿的话好不好？咱俩在这儿学一学深五幺安一带的方言啊。可以，我先把这个故事情节跟大家介绍一下啊。您说说。解放以前咱们俩是一个村子的。哦，同乡。哎，开始呢你卖豆腐卖豆芽儿，搞的小买卖。是是。后来你发了财了啊，进城开了个大买卖。我开什么大买卖？开了个大粪场子呀。我怎么开这么一个买卖？要不说你这人不懂了啊？有句话知道吗？啊，庄稼一枝花，全凭粪当家。嗯，说明您有经济头脑。哦，开大粪场子，别人开不起啊。嗯，是您能开呀。嗯嗯嗯。后来你发了财了，开了个大粪场子。嗯，我呢，在农村遇见天灾了。遇见什么天灾了？蝗虫。哦，闹蚂蚱了，把我给咬上来了。进城要找自己的老乡，那么我就碰上你了。咱俩见面要唠一唠家常。哦，说会儿话，聊聊天啊。这好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行行行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你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。好，咱们表演表演。来来来，我。你要咬我是怎么着？啊，谁要咬你？那你干嘛冲我这样？我这不跟你打招呼呢？打招呼你怎么这么点声？你不知道啊，三天没吃饭，一点底气都没有。哎呦，饿的。就是啊。那我呢？你得我。哎，我怎么这么大的声啊？因为你是开粪场子的，肥料足啊。我呀，我你不是南瓜瓜啊？你不是油葫芦啊？谁是油葫芦啊？那谁是蝈蝈？什么呀，我说你不是我哥哥。这哥哥就是哥哥，就是蝈蝈。哦，哥哥就是蝈蝈。哎，那我呢？你得说可不是我。你不是弟儿的。哎，这第二的是什么呀？第二的就是兄弟。哦，第二的是兄弟。哎，那第仨的呢？还没来呢，咱甭等他了。我你不是男蝈蝈啊？我老听我是蝈蝈。可不是我吗？你不是第二的？是我呀。啊，第二的。我，你是多咱来的？夜了后行来的。夜了后行，你怎么来的？跟那夜叉来的。啊，你没遇见海怪呀？你没碰上大捞药啊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。你不说你跟夜叉来的吗？哎，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。哦，夜车。夜车。啊，哎。你去到哪里了？去到葫芦青豆腐坊了。哦，都见着了。都见着了。见着谁了？葫芦青里楼得张老万拉了一席的官儿啊。哎哎，提我了都没有？提你了。提我妈呀？提你发了财了。发嘛财？开了个大粪场子。什么事？那个粪足啊，质量好啊。哎呦，这个大粪场子呀，你一下子都吃不了啊。啪，我吃什么了？吃不了。说你卖的那些个钱吃不了。你咋把这钱字说出来啊？弟儿的，哇，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？别提了，旱了三年，涝了三年，眼看要收成，又闹了蚂蚱了。闹蚂蚱了？就是，那个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呀，肥肥的田，盖盖的地呀，到了庄稼地里，嘎吱吱嘎吱吱的，全鸡吃了。
全鸡吃了。就是啊，那我那个地怎么装的？哎呦，你那个地，哎啊，老爷庙下坡那48亩地不是我的吗？那不是侯老庆的，侯老庆啊，倒进我了。哦，倒进你了，可不是。嘿嘿，看见你这个地呀、啊，就看见你这个人了；看见你这个人呀、啊，就看见你这个心了。那个蚂蚱是谁冲啊？到了别的地里，咔吱吱、咔吱吱的全鸡吃了。一看是你这个地呀、啊，就呼的打、呼的打，全都走了。你那个地方说蚂蚱。啊，连个蚂蚱籽儿都没有，我那个地受着了，也没受成。哎，不是摸蚂蚱吗？蚂蚱是没有啊，水可摸了真呢。哦，全淹了。对，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啊？这倒好，我什么都没捞着。哎，也别说，水下去了，收上两口袋。哦，粮食，蛤蟆，哎、蛤蟆呀，咱们啊，不学这个，啊、哦，不学这个了。这回咱们学一回啊，啊，山东人，哦，学山东音。哎呀哈。山东人你也会啊，这也能说上几句啊，也能会。哎、啊，那我问你，明白吗？山东人管这一家子怎么说？那叫回调。一个村的人，一国塌了印，上北边倒脖边，上北边找个人，倒脖边那个地界找个印，掌柜的，散掌柜，学徒的，小李本，吃饭得饭，吃肉得肉，吃鱼得鱼，吃鸡。得这个小剂子用，这个真费事、啊，字稍微多了一些、啊。那这回咱们俩学学山东话。好，要学嘛，我必须是你三大爷。行啊，哎，那就来，这还没学呢，你先占我便宜。不，您误会了，您又误会了啊！这个三大爷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啊，在咱北京有个习惯，嗯、冲着孩子叫三叔啊、三大爷，这么回事。哦，官称，哎，官称，而且这里也有个故事情节。哦，那你再给介绍介绍。解放以前，你父亲在北京开买卖，嗯，我呢给他管账，论着是你这么个三大爷。哦，叫不叫的没关系。嗯，可是你要不叫，我还爱挑个理。是啊。后来你父亲死了，嗯、把这些买卖给了你了。嗯，我呢到别处去开买卖了。嗯，我发了财了。你呢不学好，吃喝嫖赌，抽大烟，扎马飞。把这些买卖全都抖了出去了、嗯、按北京话说您就要了饭、嗯、按山东话说您就抱了墩子、嗯、到处的找人要钱，那么你就要到我这儿了。我呢冲着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、嗯、可是我要说你几句，你呢又不服说，咱们俩说话叫别人这么一听啊，就跟吵架一样。对啊，山东人说话都气粗嘛。啊，不不不，我气粗，你不能气粗。我怎么就不能气粗啊？那你因为你破落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原来你是个少爷秧子，有的是钱。嗯，后来你不学好，破落了，走在马路逮哪儿哪儿睡，你没底气呀。你不能气粗，知道吗？哦，而且就听这个，这样得了。当着大家，我简单的给您稍微化一化妆。哦，哎，主要把这个破落这个形象表现出来，就这倒霉相。哎，倒霉相，倒霉相。嗯，好。怎么，您怎么给我化妆了？那您别着急啊，我得先把您那个脖子稍微围上一点。围脖子？哎，围上点，围上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，这围上点，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啊，您这个东西，您破落以后身体就衰退，那是啊、嗯，没有好地方、哦。可以这么说，您这脑袋跟您这身子呀、嗯，就连着这么一点啊。走道都不敢打屁股，为什么呢？一打屁股，啊切吧唧，脑袋就掉地下。哼，你跟我有什么仇、啊？对对对，我还得把您那个头也得稍微围上一点。哎，这指不定又怎么回事呢？嗯。这有什么意思？哎，这给您围上点、嗯、为什么呢、啊、因为您这个破落以后走街串巷要饭的啊、嗯、不管是干净脏的什么都吃，嗯，这地方都烂，这有一大窟窿知道吗？嚯，吃什么往下漏什么，哎呦，所以就得给您包上点啊。哎，您这个衣服还要稍微的撩起一点。我撩起衣裳，哎，因为您老不在家，老得走道 啊您感觉腰翁啊，哎呦，有腰翁病。 是吗？哎，那个走道还得哈巴着点。那干嘛呀？哎呀，得哪儿哪儿睡呀、啊嗯，知道吗？嗯、不管哪儿脏，您就睡哪儿。这都感染，浑身上俩腿流水，知道吗？呵好，所以您得走道哈巴着。哦，哎，这个扇子您还要夹着胳肢窝里。
瞧这扇子干嘛？这是那要饭的砂锅。嘿，我倒全拿着呢。我也拿把扇子。哦，你那也是砂锅。我这是大烟袋。啊，哦，大烟袋。哎，对对对。既然给您化上妆了，您能不能把这个破落馅给大家表演？把这倒霉馅。对，就是倒霉馅，你行吗？表演表演，表演行吗？可以可以。好，那您准备准备。各位，赵老师可是个老艺术家，表演非常好。今天咱们看看呢，能不能把这个倒霉馅表现出来？您注意啊，倒。行，有点意思，真有点遗传性啊。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，你学不学？嘿，哟呵，怎么回事？你是干什么的？这是啊？这不跟你打招呼呢吗？打招呼你干嘛这么大声？是灰，这干嘛呀？你不知道，我瞧见你这模样我生气。哦，你看见我这模样你生气。嘿，这不你给我打扮的吗？那我怎么着呢？你得说哇。哦，你说灰，我说挖。嗯，咱们俩一块挖灰。哎，谁抬土啊？真是灰哇。好家伙，哇。好家伙，哇。好家伙，哇！别挖了，怎么了？再挖那墙就倒了。你不让我挖了吗？我说灰，你说挖啊？我说好家伙，那我说什么？你得说，哎，现在现在的好家伙。我得说嘛，现在现在的好家伙。嗯，到我这废家伙，灰哇，好家伙，哎，现在现在的好家伙。哎，你不是小鸡子儿？哎，你不是大鸭蛋的？谁是大鸭蛋？谁是小鸡子啊？喂，我说你不是小侄儿。你先等会儿吧，啊，先等会儿。你不是小鸡子儿，你不是小鸡儿。嘿，他这舌头多别扭。那我应该怎么着？你有点不好意思。哦哦，心里还有点难过。嗯嗯，可不是我。你们人家不是三大爷？嘿，这好子在他那儿呢，好子在我这儿，受累可都在我这儿呢。哦，受累都在你这儿呢。嘿，这些臭毛病可都在我这儿呢。嘿，哇，好家伙！哎，现在现在的好家伙！哎，你不是小鸡子？哎，我老听我是小鸡子，可不是我吗？嗯，你了人家不是三大爷？哎，没了去了。还认识三大爷？自己爷们儿咋个不认识？嗯，认识三大爷就好。我你那有胡子吗？你捋啊，有胡子捋胡子，没胡子的捋鼻子。没听说过。二，你怎么混到这个乡？我报了灯，要了房了，可不是。那个老人家，老人家不去，不去那个令兄，令兄又回老家安了房，给你娘病了骨，可不是吗？二，这是你的小姨。哎，那是我应尽的责任。那个老人挂不去那个买卖呢？这买卖都贼出去，贼出去那个钱。钱都还了亏空，还什么亏空？什么亏空？俺家在苏州欠着8万多块呀！胡说八道！老人家在世这个白面根本就不亏欠，那不亏欠？回家的学还学什么？学你小子不学好？嗯，吃喝嫖赌得过面，那胡说八道！打马费劲，谁打马费劲？你打马费劲，打马费劲得有根眼，你看咱没有根眼，也不能没有根眼，没有根眼，有根眼也没有根眼。你看这不是这样？这这儿啊，我这原来的窟窿，是。你不回家走了吗？回家走了，到了夜才穿不动，给不又回来。又回来，你管管就莫走，哪会莫走？那个王杰三给你介绍那个邓玉楼买卖的娶了吗？娶了。为什么又不干了呢？月子18块钱不是不够调呗？怎么人家不调费？你这得说话，你把理说行吗？那个王杰三那个孟克表哪儿去了？咱没见到，怎么没见到？你当了大票压小票，你得了过面，这血口喷人。你找我就行吗？跟你要一个钱好还价。要钱不是没钱，有钱都不急啊！你要急我钱，你学我，你不急钱你甭管了。我学得着你，我才学你知道。我跟你爸爸有交，有交上就该急我钱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学姐，你给你爸爸丢人，你才丢脸。你给我们山东人丢脸，你丢脸。你趁着甭干，你甭干。让我学你什么呀？嘿，早晚你得喂狗啊！你才喂狗呢。